然后看这是这题哈、哦，下面 A、B、C 出哪一个是这四子的因式？来怎么做？其实很简单哦，判断这四个式子哪个是它因式，怎么判断？你就令它为零，好不好？把 x 用负一代，把 x 用负二代，我们只用暴力法，把 x 用四代，把 x 用三代，去令这些为零，把它带进去。再再看看看哪个是零，是零就因式了嘛，就这样子而已啊。所以带进去，负一三番负一，减六减十一减六等于多少？不晓得。重点是不是零？不是零就不是因式了。这种负二代带进去，负八减掉多少？二四减掉二十二减六，这也不是零，也不会是因式。用四代六四。减掉多少？九十六，加上四四，再减六，这样行不行？告诉我会不会是零？不会是零，不会是零就不要理它。这样三代，三三方二七，九六五十四，加上三三减六，行不行？刚好等于几？零。所以说找到了，所以哪一个是它因式 ？A 可以减三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把这边看一下。